看着太美了，全是肉跟菜，不用说辣子，你绝对美。人，看你多弄，我也想吃。你看这鱼哟，一加辣子又食欲了，也香。这面我一哈肥酸，油光油光。满着肉肉肥肥。咱这做个豆角焖面，我再把豆角这先折，这豆角嫩了，嫩了就多好吃，没有丝。但是再切切肉，又肥又瘦的，这吃也香。用这五花肉，咱这焖面肉要多一点，多倒些肉，咱先把肉倒后头。开始把豆角倒好了，再倒上葱姜八角，再倒上料酒，倒上生抽，再倒点老抽，再倒点蚝油，放上五香粉，再放上盐，再倒上水，开始把它盖上烧开。再把这汤舀出来行，这是我这面都开始要铺匀，咱们中间弄个窟窿就好扫了。这里给这淋些汤，但是锅盖盖上，再焖个七八分钟，两三分钟了，把这汤浇进来。但是锅盖盖上，再焖个两三分钟。还是焖面少了，咱蒜末汁放进来，椒盐，32了。哦，咱这少了，把它这盛出来。今儿这肉多，今儿真肉。咱这吃饭。我那蒜寒了，这蒜长得青黄的。大肉。哎呦，哎呀，焖透了。我都爱吃这。我也爱吃，这肉也好。今儿肉也有味儿，爱吃辣子，加弄这辣子，你绝对美。这果然肉多了就行。嗯，反正肉也红，也不完。肉完全浸透了这个面。真。果然做到了百味新鲜。百这是第二碗了。一百第二碗。地底儿之下，面还看起来油润的很。在这正儿八经柴火焖面，大柴火焖面。还得吃汤粉。